我要不存这个心，我离开香港，我别的地方去了，别的地方真是求我，一切环境都比香港殊胜了，为什么不去啊？我不是知道在哪，我是看到同学们每一个星期他们给我一份报告啊，这个报告就是把这一个星期当中新闻里面的网络里面的啊这些信息揭露下来的告诉我啊，所以我一个星期就看这么一份。这个星期是在哪里？是在什么地方？刚才啊，每一个星期同学们就揭露这份东西，新闻摘要。我一个星期就这么一点东西看的，是全世界的一些灾难，不是我说的啊，报纸上都刊登的，你们知道比我清楚，我只是题目简单解释一下，我不想多知道。啊，那在我身边的人都知道，希望你们有疑惑的人，你到我身边来住一两个星期，你就晓得了。啊，我每天在干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我一生没有害人的心，没有嫉妒人的心，啊，没有傲慢的心，这个我自己我能够承认，我一生做到了，啊，我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啊，对得起朋友，啊，起心动念为别人，没有为自己，所作所为也是为别人，没有为自己。啊，明天我有个活动，斯里兰卡那边的人邀请我去。啊，我时间排的是10号回来。